吃过这种猪肠粉吗？好像没有吃过呀，好像是吗？很特别，不知道好好吃吗？你们吃过猪肠粉，通常都是什么颜色的？白色，白色，我们的就不一样了。对，你看我们的颜色多么鲜艳的，你看有黄色，有绿色，有红色。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可以吧？今天来的第四个，粉丝有免费赠品，所以呢，那天呢记得带你全部的朋友全部的家人一起下来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个，灌水族果然还物尽其无踪，两下子功夫又消失不见了。虽然我很年轻，让个不知道跑很快。好，我们再去找人。好了。免费赠品，免费试吃。奖励，我们来送一个古力贝，好，你来有茶啦，对，杯面这种，对，真的是送给你免费的。免费的，对，这是我们的锅包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。 谁知道刚才的反应过于热烈，猪肠粉都分完了，所以巴士成了送礼小站。没想到你们的脑筋还动得挺快的，用这种方式把宣传推向高潮。现在就指望营业日当天也能有像今天的反应，哈哈，到时候不营业难喽。好，大家，请你打开我们今天的宣传了，真的是五颜六色，百花齐放啊！刚才有那么多人来支持我们，那我们的黄绿红猪肠粉一定可以给Darren跟Tia你点点颜色看看呢。